带老爷子去走，回来都到现在没下楼，他的轮椅在下面吧，有没有电啊？那电池要拿下去吧，拿哪个电池？这个重的吗？想给你多一点时间，走喽，给你多一些陪伴，来喽。哦，还在上。几年之间真的让我感叹，准备走。你知道吗？你刚刚从里面出来，我认不出来。哎，我说，哎，这头发怎么变黑了？你这不要，你能。